现在要进行父对父、母对母、小孩对小孩五地 PK 赛，赢得较多关卡的家庭获胜。获胜的父母可以询问同一队一位孩子的真实身份。哎呦，五个任务讲一下：旋转木马，各派一位成员搭乘旋转木马，在上面射箭，率先将自家标签所有的玩偶射掉，就算获胜。这个就是运气的啊！哎，你们第一集射箭就射箭，干嘛还要转圈？还要旋转木马？就是你啊！我就很为难啊。不是，连旋转木马你都会晕，你太夸张，你是生病吧？会晕啊？为什么？那短多慢啊？晕太扯了。他其实我跟你讲，在高速公路上交流道他就晕了，绕晕了。好，然后再来赛车场，各派一位成员乘坐跳跳马绕行一圈，然后率先完成就获胜。OK， 好，再来是足球场，踢鞋子，然后要 kiss 那个足球，什么意思？率先把球 kiss 进球门的获胜。再来是看不到，在楼上有一个俱乐部，各派一位成员进行打地鼠的机台 PK， 分数较高的获胜。第五个是健身房，带开口气，跑完跑步机一分钟之后吹蜡烛，花费较少次数的吹熄五根的获胜。哦，那这技巧是不要脸的吗？对啊，这个关于这个就吹下去，你不要脸根本就流一流，对，谁不要脸？谁的尺度比较低？比较低的，对对。但这个也要啊。但开口气吹蜡烛是需要一点技巧的，不然蛮难吹。这个不是肺活量大就好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会对上人木哥？你有当过兵哎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不是对上的问题，就是这个场地有点长哎。对啊，他是这样一直在说，我再来看，我觉得有点恐怖哎。是不是？对，开始。你真的很过分哎！你真的。哦，哇塞，我被马打哎！你的掉了啦！来搞！我自己就给你呢，我可能是好，开始。因为我可能是冇得走啊，但是我一台多三块安尼啊，就行了。应该袂歹啊，你先把速度。顺利，来，一口气哦。你是不会整人蜡烛哟！哎，先讲不是，我会整人蜡烛哟！你干什么啦？你在干什么啦？你为什么？我阻挠你的道路啊！你是想把我球、把我的鞋子踢走吗？一、二、三。你很低级耶！你很低级。不行，很难的。谁叫你要弄我？为什么可以？你弄。等一下，我跌倒，哥哥好痛，我跌倒了。你好可怜啊！你要让我五秒，你让我捡你的。快拖着我往后走。好强哦！哇塞！保持一直跑哦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最好最好，你是快一舌头，特写舌头，你一舌头等于什么呀？来！你太乱了！我好了，我不加了，你只加了，你还不是加了，台北。换我，一、二、三 ，yes， 这么远你踢不到我的啦！哎，你为什么踢鞋踢那么准？嘿嘿，而且刚好你看我鞋头还有胶，我只要能够直直的丢出去，然后让他踢球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可恶！我踢很直，那踢太高了。可恶！不能守门啊！
猜拳赢的跳十步。好好，这样我们休息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赢的跳十步，剪刀石头布。耶！哎，等下你要让我啊！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耶！好累啊！你怎么距离一样啊？你都没有往前啊！啊，那我再往前。好了，哎，你先跳十步了。啊啊！等一下，等，快点，剪刀石，石头布，剪刀布，不能动哦。好，往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哎，我看着你跳，哎，你这样是作弊，哎。哦，他还会高高低低的。哦，还好，这个速度可能还可以接受，只要不加速，应该。哎呀，你看这多难！那我就设橘色喽。设自己的。啊，那麻烦你帮我把蓝色的设掉。没有问题。我设到啊，我设错了，我应该要设蓝色的，可是我不小心设到一个橘色。哎，你很强哎，你设掉一个哦。来了来了。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傻事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几率是50-50啊，好难哦、喔，因为这个箭出去会转呢。哇哇哇！我已经射倒四个，不可能吧？我射掉了，我连你也都射掉。杰斯克，你有在玩这个游戏吗？数到三，赢的那一组就往前站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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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鞋子哥跟梦者哥，对，然后人府跟梦者，我们比较不确定身份，对，他们两个我们比较好确认，但是因为人府哥又比较就是你知道比较敢跳，比较聪明一点，但是梦者哥现在比较抓不到他，所以我比较想要先确认。好，那我们就确认要查梦者的身份，梦者。你们现在才要开心，对，他们不想要再成家了啦。猜对了，好，那我们知道。